新北市这几年积极推动社区规划署，甲民众为周边的生活环境发现会当改造的所在。而中港社区大厦最近也申请改造计划，结合未来的地价，伫咧安中路万民公园打造特色亮亭啊，并且透过讲座甲实作方式，进一步让民众了解社区空间改造的意义。中港社区大厦伫咧1908年邀请民众共同参与。将安中路57巷内的一座荒地变作公园，种了植物甲蔬菜，也搁打造一座特色凉亭啊，提供予附近居民休困的空间。因为新北市近年来积极推动社区规划署，甲民众为周边的生活环境发现会当改造的所在，因此中港社区大厦再次将改造的计划向周边的万民公园来延伸。一方面就是过去4年的周边其实需要修缮，那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结合我们自己学区乌来的特色，然后在那边就是我们请一个泰雅族的信前教会的牧师来，就是以他们乌来泰雅族的方式来搭建这个主题。我们在今年的操作过程当中，其实也会透过课程能够让来自各新北各地的社区民众能够学到很多一些他们自己能够动手做的一些应用的材料，然后动手做的环境改善，然后不管休憩座椅，不管是植栽，不管是竹编，然后甚至废弃物，我们再把废弃物变成我们在地可用资源的一个方式来做。中港社区大厦自7月11号到13号都开办了伫凉亭啊编制工作坊，透过工作演示以及实作的方式，引导民众来了解社区空间改造的意义。11号邀请讲师分享为泰雅族的迁移甲乌来生活文化，也佮有伫凉亭啊建筑的工法以及特色，让民众会当进一步熟悉自然所在美好，找出延续手作的技艺传承。记者陈小丹新店报道。